梦蛇伴侣被抢，走投无路，竟连狗都不放过。全员依照指定生母前往商圈解围，返回总部。老板，有没有吸管？老板，我可以跟你借一个那个吸管有吗？有吸管？老板，我先讲吸管的。啊，对对，吸管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吸开头的可以借我？还是这只狗叫什么名字？它叫狐狸。哦，狐狸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